猜猜这样的 Serial Austin 双层角图价值多少钱？评论区猜价格，看谁最厉害。新山老板看房，阿莫斯泰探房 ，Serial Austin Emery 双层角头屋 ，Lego。这里是难得的维里保安社区，土地面积是42x74房4厕，屋子面向南方，地面向东方。并且还是永久地契，欢迎来到你的新家。开哇，一进到屋子就是客厅区，屋子算是挺宽敞的。然后从客厅转出来，后面就是饭厅区，这里适合给一家人聚餐的好去处。在后面这里是一楼的房间，房间的大小刚刚好，而房间旁边就是公用的卫浴，卫浴状况算是挺不错的。对面这里是厨房区，整个厨房空间算是蛮宽敞的，而这里的后院已经变成了储藏空间和洗衣空间了。紧接着顺着阶梯，让我们来到了第二楼。一上来这里就是中厅，向北有两间中房，房间空间算是蛮宽敞的，采光也不错，房间保持相当的不错。这里都是独立的卫浴。向南这里是主人房，空间宽敞，然后旁边是阳台采光，使得整个空间宽敞明亮，在这里是相当的舒服。然后前方这里还做了一个更衣空间，主浴室空间也是蛮宽敞的。这件 Serial Austin 双层角头只是马币98万。如果你对二手房有兴趣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我准备了一份马来西亚二手房全流程，快来0021房产攻略领取。买房找 Amos， 诚信至上。